可以穿吗？先看穿一下。等一下，另外一种的，对，不是有不是有一种传奇的吗？哎，传奇的到齐了啊，太瞎了吧！不要啊，我还没讲完呢。对啊，公告一半是安怎？可以看，我们今天讲神兵好吗？啊，在这里，等一下。我找到了，我们把钻石系列讲完好吗？钻石头，再来钻石下。哎，他用一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啊？外乎你哇，现在怎么讲啊？我们就简称钻石项链了哦。钻石项链，它的心的意思应该是有一颗心呐，吼。那这边就是钻石项链，钻石项链，那个什么内功，2万。